课文，办件好事可真难。人们总说这个难那个难，什么上学难、找工作难、看病难，可前两天却有位观众跟我说，想做件好事也挺难的。今天我就给您讲讲做好事难的故事。 王先生在长城上捡到一台照相机，而且很可能是两个外国人丢的。王先生是个热心人，拾金不昧，想尽快把相机还给失主。可怎么还？还给谁？王先生觉得真难。相机是在长城上捡到的，是两个外国人的。外国人丢了东西，咱更得还给人家。 让人家也知道知道，咱中国人是拾金不昧的。怎么办？王先生首先想到的是长城地区的派出所。回答是：没人报案，没办法找到失主，可以交到失物招领处。交到失物招领处吧，王先生可真不放心。咱中国人丢了东西。 都不一定能想到上失物招领处去找，更别说对什么都不熟悉的外国人了。于是，好心的王先生决定还是自己去找失主。别的线索没有，王先生只记着那辆车。我去找车管局，外国人开的那辆车的车牌是红色的。 北京这样的车可不多，一查就能缩小范围。可车管局的工作人员说，这得保密，不给我查。看来找车管局行不通。王先生又想，可以找报社登个启事，看报纸的人多，没准儿就有人认识失主。可他们的人说，我们得考虑一下能不能登，现在还不能决定。 王先生说：“我捡着东西的都这么着急，丢了东西的不是更着急吗？这一等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”又有朋友给王先生出主意说：“相机里还有二十八张照完了的胶卷儿，洗出来一看，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？”王先生怀疑这是否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。 看来这个办法也不行。为了把这台相机还给失主，王先生跑了十几天，找了不少人，可这好事却没办成。没办法，只有去失物招领处了。失物招领处的工作人员说：“其实我们也挺为难的，我们也希望有更好的办法和外国失主联系上。”